同一项目八，想象出来的恐惧只是瞬间的感受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。第一部分第四章系统第四十九项，精神现象是由体外智慧产生的，也称为灵。同一项目十，这些灵构成了无形的世界，它们无处不在，无限地填充着空间。我们有许多无时无刻在我们周围，我们与它们接触。同一项目，灵不是创世纪中万物的一部分，而灵魂是存在于地球上或者其他世界中，是从身体中剥离出来的。同一项目十二，有各种善良和恶意的灵，也有聪明与无知的灵。同一项目十三，幸福或不幸福，取决于人们在生活中所做的善事或恶事，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进步程度。完美无缺的幸福，只有那些达到最高完美程度的灵才会分享。第二部分第一章五十三项十四，灵不是抽象的，它是确定的，有极限的和有限定的存在。灵转世在身体里，形成了灵魂。